今天帮少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啊，然后一来到这里就发现他在这里搞直播了。少先生啊也很勤快的，每天为了一点生气搞直播，我的话都懒得搞直播了。是不是？哎，在搞直播呀？哎，对对对，没事播播吧。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啊。啊，好消息啊？什么好消息？对对对，什么好消息啊？还记得那个老朋友吗？六点兵。哦，六点兵我知道知道知道，那给我修手机那个。啊，对对，你那个手机还在吗？啊，在在在，现在、现在就用这个手机在直播了。这个？嗯，对对对。哦，这个屏幕你不是后来又摔破了吗？又换了一个。然后你又修好了？嗯，对对对。哦，这个手机真的不行啊，不过还好可以用现在。对对，还可以用用，可以用的。六点兵这位兄弟要说。要我给你问个好。谢谢六点兵，谢谢六点兵。祝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哎呀呀呀呀，非常感谢六点兵。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嗯。哎呀，我同时祝六点兵那个事业有成，万事如意。这个六点兵真的是对我是相当关心，帮我修手机，一分钱也没要，是吧？还是那个换了个电池，还换了屏幕，还给了钱。说句实话，对我。对我是相当的好，在这里，真的跟六点兵说的是谢谢你，谢谢六点兵，谢谢。太客气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他又发了个小时的红包给你啊。也谢谢。等一下我发给你，你收一下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好，谢谢六点兵。先生身上还有多少米？能透露一下吗？还有八米。啊，一八米也没吃完。好了，孙先生，这个红包转过来了。那好呀，我帮你拿。这里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。收到了吧？谢谢。200块钱。好，谢谢。这个。已经存入年轻了。好，还记得上次那位网友吗？他给你200的。记得吗？上次那个叫人，我应该有那个，对，有记录，说过，对，有记录，对，有记录。但是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？名字我叫猫王。对，猫王，就是说什么腾腾猫王。对，就是腾腾猫王，反正有很多很多。唱歌非常好听啊。腾腾猫王唱歌很好听是吧？他是不是做主播的吧？他好像不是主播，没做。好了。那这个六点兵这位兄弟呢，这个红包呢就转给孙先生了。对，谢谢六点兵，谢谢六点兵。还有一个呢，他也帮我发了这么一个红包，所以说非常感谢六点兵这位兄弟啊。谢谢六点兵。